一条丝瓜，去皮，洗净，四个鸡蛋，丝瓜切片备用。热锅倒油，鸡蛋直接敲进锅里，煎荷包蛋，四个鸡蛋，煎好备用。热锅放丝瓜进去，炒一勺，按照自己的量放水，放两勺盐，无需任何的佐料，水煮开，煎好的荷包蛋进锅煮一小火就 OK 了，完成，简单快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